1941年，中条山战役爆发。日军华北方面第一军在空军航空兵的支持下，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中条山展开全面进攻。陆军序列由第36、37、41师团独立混成第4、第9、第16旅团，从山西的西面和北面展开全面进攻。预备队第21、第35师团从河南由东向西方向展开全面进攻。日军空军序列由从关东军调集的飞行第32战队、飞行第83战队和第3飞行集团主力，总兵力约10万人。10万人，中条山乃是西安的屏障，日本鬼子出动了这么多兵力想拿下西安，就是想南下重庆，北上延安，好叫我们彻底屈服。中条山战役至关重要。廖副站长，你把这个情报交给水师长，他们马上就要开拔前线了。是。弟兄们，现在情况危急，形势紧迫，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来了，现在正是展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的时候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以民族存亡为己任，誓死和鬼子决一死战，彻底将他们赶出中国，永不再犯。至于在座各位一直关心的共军问题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摒弃意见，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水师长，廖顺风走你。谢了。谢啥呀，都是一家人。我看鬼子这次是动了真格的了，近7个师团，10几万人。哎，陈峰哥，有情报一定以最快速度发给我。义不容辞。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出发？明天。那秋月呢？他也是跟着部队走吗？对。哎呀，我猜他呀就会跟着部队走的。你的意思是想把他留在齐安城？哦，不不不，我倒希望他能够上前线去。说心里话，我是想把他留在齐安城，可是你猜他怎么说？怎么说呀？他说他宁可死在中条山，也不愿留在西安城。哼，像这个鬼丫头说的话。哎，他人呢？哦，他说去街上买点东西。最后一次来看你了。妈一旦上了战场，便是生死未卜。妈多想过去亲亲你啊，不是妈不想认你，是妈答应过胡大海夫妇，妈是绝对不能认你的。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有些事儿，你不知道就永远不会受到伤害。你果然在这儿啊。你来干嘛？我想你上中条山之前一定会来看看满仓，所以你经常来看他是吗？对，但我信守诺言，从来没有认他。
走了之后，你放心吧，秋月，我一定会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能不能去帮我买一包满仓亲手炒的花生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？我怕他父母看到我。满仓，满仓，哎，来包花生。哎，叔，你以前总买两包的呀。行，那就两包吧。啊，哟，几天没见，个儿就长高了哈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好。谢谢，一包就够了。秋月，妹子，妹子，人呢？不回来了，在这儿呢。哎呀，小宝贝儿啊，累死我了。你今天吃什么呀？今天是你生日，这么特殊的日子，吃什么不重要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你呀，总是能给我惊喜。什么呀，动静还这么大。到了。张轩，这你怎么了？你你们几个人干什么的？哥，谢谢你的帮助，让我们这么多年来平安无事。什么意思啊？马耀祖，你个狗娘养的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为国为民不做亡国奴，老子真是瞎了眼看错了你这个狗汉奸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，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赵勋，干什么？赵勋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去？谁吧谁吧谁吧，干什么去了？干什么？贼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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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妹子是干什么？什么汉奸？什么汉奸？你们为什么要杀他？为什么要杀他？这就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下场。日本人？我是隶属于大日本帝国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的特工，军衔是少佐。我的中国名字用的是我的日本姓氏，我的日本名字叫乔木木。想他居然骗了我这么多年，你是？你是小鬼子？是皇军的特工。是大日本帝国的精英。哥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想杀了我呀，我的天皇陛下？现在何止是想杀了你，老子恨不得把你做奴养回。もういいわ、話してやり。小木，你为什么要养我？
是不要骗我！我不是骗你，我是爱你，我不想再骗你了。你是个日本人，你是个日本人，你为什么要来找我？你懂什么呀？你有本事掐死我呀！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你一定掐死我们的孩子！你要当爸爸。秋月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敢骗你吗？不是，那我哥他知道吗？知道，但他也不能认。你把我说的越来越糊涂，你能不能跟我说仔细点啊？围城的时候，我从上海赶回西安，中途火车停开了。当我走到蓝田，我碰到了郑松君。你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叫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还有一句老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形势，还有几个城市是在国民党手中，连蒋介石都跑到重庆去了。我们帝国占领西安是迟早的事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迎接帝国打前站的。